去年8月11号买的小米手机爆炸了。我去年八月十一号买的小米手机爆炸了。我就想问问啊，咱领走时挣多少地址，连我收和维差的地址都没有。小米手机成天哈卖汽车嘞，要卖了4000，不到一年他要住了，是不是也很正常？那最后我讲错了，就是手机没问题，我手机崩成作业了，他没问题。青岛路边的异性殴打男子事件持续发酵，被打男子首度发声，称路虎女一直没有给他道歉，他不考虑和解，会通过法律维权。8月30日，被打男子林先生告诉九派新闻，他被打后头晕恶心，仍在住院治疗，已花费4000多元治疗费用。我不考虑和解，会申请行政复议，通过法律维权。林先生说，他讲述了当时的经过。28日中午，在青山渔村景观台拐弯20米处，驾驶白色路虎车的女子一路逆行冲上来，我差点没刹住车。林先生说，一开始他按了喇叭，想插到旁边车道，我也按喇叭，却看见他在车里骂骂咧咧，我就上火了，没有让他。如果他当时好好跟我说，我肯定会让。路虎女气冲冲地下车打骂林先生，之后他在倒车时与前方的旅游大巴车追尾，随即下车对着林先生一顿暴打，并制止对方录像，扬言我叫你录，我逆行怎么了，我打你怎么了，你报警，你报啊，我饶不了你。随后路虎女驾车扬长而去。林先生被打得满脸是血，但一直没有还手，旁边一位游客拍下视频发布到网上，引起舆论关注。林先生坦言，我被打出血后有点忍不了，想下车找他，拍视频的小伙劝我不要动手，我也在劝说下恢复冷静。他表示，当时他的车上坐着民宿客人，游客的孩子给吓着了，现在他经营的民宿已暂停营业，关闭了所有房源，等身体好点再营业。林先生说，事后对方一直没有对他赔偿和道歉，他已明确表示不接受调解，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路虎女打人事件发生后，8月29日晚，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通告称，路虎女姓王，38岁，崂山区人，被行政拘留10日，罚款1000元人民币。不过网友纷纷质疑官方对路虎女的处罚太轻，她的身份也引发猜测。有网友说，这处理结果明显的敷衍了事，这最起码寻衅滋事、肇事逃逸、故意伤害、恐吓威胁都不提了吗？感觉的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疯狂嚣张，一个妇道人家有如此胆量藐视法律，主动去动手打人，可想而知是什么背景支撑着这个女人的底气。她的行为伤害性、侮辱性极强，义愤填膺，民愤四起，相关部门草率了事，让广大民众心寒。在警方发布通告前，有网友在社交媒体透露路虎女的身份，路虎女司机王慧，38岁，崂山区城市管理局副主任，听说是青山村管绿化的王慧。崂山区城市管理局随后回应称，网传消息不实，是重名了，但官方的辟谣再度引发网民质疑，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目前的情况是受害人的信息清清楚。兄弟们，路过市北区金坛路，不知道这车是不是套牌啊？要不是的话，我怕挨打，我得赶紧走了。直播的人有一个号封一个号啊，有一个号封一个号，不到10分钟就封了。车主下来了，车主下来给开走了，给车开走了。哎，车里那个是男的女的？男的。啊，车里是个男的啊。在帽子叔叔的见证下，一个男车主，车开走了。拜拜嘞您嘞。
我是刘红菊，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在职市级高级检察官，我实名举报峨眉山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林、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易小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黄丹，以及乐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学梅故意枉法裁决，我穷尽了司法正常救济途径，我坚定地认为我的行政诉讼案件被三层级法院以及我的上一级检察院故意枉法裁判以及错误检察监督，请求最高法、最高检提及纠错，恳请最高层级司法机关高度重视，介入督查彻查其中的案中案，如果我举报不实，错误理解法律，无理偏执缠讼，而给司法部门造成不良影响，我愿承担起相应的追责法律后果。如果我举报属实，请还我一个法律公道，并请求对凡参与我案件审理的颠倒黑白、毫无良善道德观，导致社会风气礼崩乐坏的主办司法人员严格执行国法、家法，将宣传的司法责任终身追责制掷地有声地落实到位。由于我的案件涉及民政局越权行政，涉及婚姻登记机关信息不实，涉及公证处违法公证，涉及公安机关违法上户，涉及一个人有多个不同的真身份证号码，涉及假出生医学证明，涉及参越战军人档案造假，涉及对精神病患者肩负责任等等问题，以至于我作为一名检察官亲历诉讼官司后，都质疑我国有统一的法律吗？我国还在依法治国吗？国家政府还有权威公信力值得信赖吗？怀疑司法机关究竟在倡导一个怎样的社会道德伦理以及公序良序观。身为一名检察官，在同只手遮天的川渝地区反党黑恶组织以及指鹿为马的保护伞横行肆虐的斗争中，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依无靠、无职无业的孤儿斗士，孤军奋战。到目前为止，三件诉讼纠纷案件以及各种投诉回复渐渐惨败，我感觉不是我输了，而是法律就是一纸废文，是司法的耻辱，是黑恶组织猖狂完胜的司法，秒杀法威。但是我依然坚信，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邪一定压不了正，法必须站在正义一方，依法绝不能向枉法却步。因此我被逼无奈，选择走上了一条靠网络呼吁来监督执法、求公平正义、捍卫法律尊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道路上。谢谢转发、点击、呼吁。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带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带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